氣球未吹漲嗰陣係點㗎？一撇係嘛？一篤咁樣巢濛濛，唔知係咩咁樣係嘛？氣球未吹氣嘅氣球，有冇人見過？係啦。咁然後，咦？係啦，未吹氣啦，都得嘅。你中意用咩？瞓喺度得，企喺度又得，啊咁樣咁又得。好啦，跟住咧，慢慢吹漲呢個波，吹到最漲最大嗰陣係點樣㗎？是啊，怎样啊？你怎样最像一个波啊？爆了！是啊，试得一次啊，现在呢，变回一个未吹气的气球，然后我会数十下，由一去到十，那就吹到最胀了，好不好？行不行？变回一个漏气的气球先。好了，预备。可以。我數十下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八，是啊，由一數到二十，可以呗，放下氣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八，放气，放晒啲气出嚟先，跟住一、二、三、四、五，爆！今次试一次高难度嘅。就是得零同埋一，明唔明？系啦，即系只人，系啦，即系一下咧，我一话一，就涨噶啦喎，得唔得？放晒气先，而家放晒，唔准偷步啊！一。